小外星人在那边，一个耶、yeah ！我记得没有什么好怕的，根本没有什么好怕的，对不对？黑洞人有一个外星人，我们找到一个外星人，对不对？坐下来，蛮好玩的。比如说坐下来，对啊，下面是火。那你可能要做，看上面有一个外星人在讲话。啊哈哈哈哈！你好笑，笨蛋！你这个笨蛋，第二个，我现在说他是笨蛋，最好笑的是。因为玩滑板的。我有一个，第三个是不是？三个，四个，五个。做什么太空演练？第五个好像是那个。哎，那个叫章鱼人，章鱼人。五个，六个，六七个。三个章鱼人。我们九，里面有一个九，九，两个章鱼人，九好多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那个章鱼人，好好笑。阿比妈妈，哎，蛮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对啊，然后这个管断掉了，然后这个管断掉了。我要去到这里。